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这十天，天神会来巡视人间，检视大家累积的善恶业，同时也会有恶鬼邪魔在这个日子兴风起浪。若行善，神明护法就会护持你；若作恶，鬼魔在主就可能找你麻烦。因此，在持斋日，我们要多做善事，持斋戒，并诵经回向。无论是普门品、金刚经还是地藏经，都能消灾免难，不仅能利益自己，也能利益他人哦。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请慢慢起立。请圣。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今自言能如法受持者，
你当先迎请三宝降法缘而正门，赐请万灵啊，包括这些光明天、诸大天，包括这些土地神，各位身边有护法神，正坛场而护戒，各称自己名。我们现在用观想的好不好？念一下：香花登土果，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护法善神，回向众生离苦得乐，不空摩尼。来，阿摩嘎波罗蜜多波罗蜜多罗多罗蜜多波罗蜜多萨摩那萨那那呼。好，华严经说七种供养，除了香花的供养，我们修行的供养佛法的供养，那是最大的供养，发菩提心的供养。所以佛经说发菩提心是第一供养，第一供养啊！所以希望大家能不能成佛，没问题了，没问题，要不要而已。你不要找一大堆借口，我没法度了，那就没办法了，没有问题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昨天错不要管他了，今天对比较重要啊！就像你吸毒的人，你的意志力够，我不让毒品上来 OK 了，那没有问题了。所以三宝的加持，所以各称自己名，随我原因做观申请很重要。身体虔诚，嘴巴念，内心要观想，观想比实际供养还重要。我们内心有这个观想，是一种心灵的力量啊！佛菩萨皆知啊，我就降临法会来接受我们的供养祈请。愿大家每天都要用斋，都要上供，每天都要下施啊！这是菩萨道的戒律。不懂得施食的人非佛弟子，因为不慈悲。所以大乘佛教的精髓要我们天天施食，严供，利益众生啊。第五十页，世间迎请三宝，三宝正门，万灵卫护，乃至六道有情同来道场。今则垂慈降临，遍满法座。首先应悲恳摄受引导的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忏悔往迁。我们修菩萨道不是自己在忏悔啊，自己是空性的，所以呢所有痛苦也是空性的。但是呢我们关心众生引导那些猪啊羊啊，引导那些孤魂野鬼啊，引导那些正在得癌症的特别痛苦的，愿他们能够消除业障，身口意无染，一起来受戒解脱。我今为汝等举忏悔大经济，各位听我之言音，心想忏悔经济之义理。所有的痛苦轮回都是来自于业，特别是恶业造成痛苦。那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我们的身口意造了十二业，伤害了众生。那为什么身口意会造业？因为我们内心有烦恼，我要我不要啊，我条件好傲慢，我条件不好嫉妒，那贪嗔痴慢疑无毒种种的烦恼。那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你没有空性，有一个我执啊，我啊，有这个我没有空性，产生贪嗔痴烦恼，身口意造业就轮回啊。所以各位既然要修行，要决心断啊！你不要这个人跟你讲一次，你脾气不好哦，下回又脾气不好；你这个人很好色哦，下回又好色啊！你这个人很懒惰哦，那你继续懒惰，那就没法多了，很难呐。所以各位呢，一个有觉悟的人讲一次就断，错就错，没什么好讨论的，不应该就不应该。什么叫智慧呢？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
啊，今天你很喜欢一个东西，请问那个是正确还是错误的？错误的，有什么好喜欢？啊，万法都是虚幻的，万法都平等的，那只是一个假象，一个人的假象。啊，那是因为你有分别嘛，你执着内心里面那个形象，我就要那个形象。啊，那一天我碰到一个女生，拜老半天，师父我发个愿哦，希望我的男朋友180公分，哦，立马好啊。啊，180公分对你有什么意思呢？啊，这样我比高一点站我旁边呢、啊？啊，你说你这个愿，搞不好你会认识一个150的，欠他债嫁给他。啊，所以因为佛菩萨不会给你管这个的，啊，所以那是你执着那个没有用啊。所以因为自己的错误的知见，所以各位这个要忏悔。今天你结婚了痛苦，那怪你当初，何必当初呢？那你就要承受这个业，啊，承受这个业改变了，有什么好怪他了？啊，他一天跟你睡觉，一天跟别人睡觉，刚好差，你还可以多一天修行呢。啊，所以但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种占有欲，一个不甘愿，一个执着，啊，那有什么意思？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想一想，赚钱快乐吗？啊，有家庭快乐吗？有爱情快乐吗？啊，想想，哎呀，错误了。不要再执着这个了，放下吧，啊，放下屠刀，赶快就放下，就没痛苦，对不对？你一直恨，一直执着，那你就永远在痛苦。所以苦海轮回决定在自己，要不要解脱？解脱的种子现在可不可以？当下解脱，当下就放下。所以忏悔的意义在于断恶斩断，这才叫忏悔，不再有这个观念，这个行为。那才有意义吧。那作为一个菩萨，为了要利益众生，不能有缺点的。你有缺点怎么利益众生啊？能够自利才能够真实利他啊。所以我们在利他里面也完成自利啊，我们去帮助众生才可以修忍辱啊，才可以修布施啊，啊，要很愿意的去，因为这样去，这个叫波罗蜜，能够透过布施消除自己的贪心等等，对不对啊？你找我麻烦，我能够修忍辱，我才能够消除自己的嗔恚。所以希望大家了解忏悔的意义，忏悔以后就不再犯。啊，再来我们要忏悔什么？忏悔我们没有成佛啊，我们没有圆满的智慧啊，还让这个母亲众生在不断的受苦啊。所以我们要赶快忏悔，积极的追求成佛啊，帮助对方。所以决心发誓改往修来，更勿再作诸恶，各称自己名。好，请大家慢慢起立。问责那，我们忏悔过了，然后呢，后面这七条千万不要犯，要告诉更多更多人，千万不要犯这七条。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忏悔过去恶业既尽，我依善身经先问七种遮障矣，方可为各位受戒，其中有无不可复偿，意义实达，各称自己名。后面各位要答无啊，如果真心曾经有犯过，那我们要更虔诚的忏悔。第一，各位曾经偷盗现前生物佛，出家人的寺庙的金钱财物绝对不能侵占。第六，各位曾经于六亲男女中行淫欲佛，不能乱伦。第三，各位曾经污破身泥犯行佛，不要侮辱出家人，也不要跟出家人谈恋爱啊，这些借贷金钱故意破坏他修行。我要告诉很多居士啊，这个出家人做得再不好啊，你不要开口骂他啊，佛像再怎么不好看啊，你不要开口骂，不然你会下地狱 啊那个出家人做得不好你就离开就好，你不要指着他面前骂，你保证堕落地狱啊！除非你精神有问题啊！啊，因为这一点要注意。现在人呢，他就公开啊，网络啊，看到哪一个出家人不对啊，公开讲他，啊，这个是非常伤害很大的啊！千万要记住。
第四，各位曾经与父亲有病时舍去不顾佛。第五，各位曾经与母亲有病时舍去不顾佛。不孝顺的人不用谈佛法，不用谈啊，乃至出家人，爸爸妈妈生病要第一个回家看乃至照顾啊。你不要说我出家啦，我不用照顾，你们去照顾就好啊，因为你是菩萨道的出家人，父母是我们修悲心的最大的助缘。所以佛陀说啊，佛陀不在，能够善待父母就是在善待佛陀啊。所以出家人一定要做得比在家人百万倍的孝顺啊，这样你的家庭兄弟姐妹才会觉得哦，学佛很好啊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那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对不对啊？很不太不好啊，这是一种不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啊。除非父母说我不爱跟你躲，我不来跟你躲，另当别论啊。能够让父母老了住在寺庙是最好的，对不对？哦，念佛嘛，我们在旁边服侍他嘛啊，这是最好的。第六，各位曾经与师长有病时舍去不顾佛啊。这老和尚生病啊，舍掉所有佛学院也不读了，照顾老和尚最重要，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为了我个人的修行学业啊，老和尚你自己慢慢病吧啊，你要争取啊，我第一个我要来照顾啊啊。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第七，各位曾经杀害发菩提心众生佛拜。第六，受三皈依。所谓发菩提心众生，菩萨都会实现成各种的形象来度众生，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众生是发菩提心的，所以你不要去伤害就好了啊。特别现在有人不懂啊，人家要放生他也要伤害，人家要去做善事他也要伤害，这个是非常痛苦了啊。因为只要有佛教这两个字，你千万不要伤害啊，护持随喜都来不及的，你还敢批评啊？那就你不懂得空性啊，不懂得菩提心，这一点一定要做到。受三皈依，善男子善女人等，如等自诚忏悔尽，身心清净，罪业消甜，我今为各位先传授三皈依感发戒题，各称自己名。随我语诵，要观想所有众生，我们呢引导他们啊来皈依啊。念一下，我弟子海涛，善生。当愿父母祖先，当愿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六道有情，冤亲债主，冤亲债主，流产胎儿，流产胎儿，动物亡魂，动物亡魂，一切有情，一切有情，归佛，归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按照佛经正月、五月、九月，啊，都是斋戒月。所以各位讲啊，家里有人生病，七日七夜，父母往生四十九天，你有堕胎胎儿，那每一个堕胎胎儿，你为他守个七天，保证他超度了，啊，照讲一日一夜就够了。但是呢啊，谨慎一点，你堕胎三个小孩，那你要选21天说报完再见啊啊，你自己选时间都可以，活菩萨的圣诞日、六斋日啊，为他们守。但是也不要光回向给这个胎儿，因为这样回向给所有堕胎胎儿，对不对？所有受苦众生，这样功德更大。所以啊，自己发愿，男生优婆塞，女生优婆夷，在家人来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拜，观想三宝加持，自己发心受戒，所以大地震动，业障消除，身心恢复清净。起，第二遍，我海涛。当愿父母祖先、七世父母、冤亲债主、六道有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
为净行优婆夷。拜。观想空中有光明界体，如大雨伞，光明覆盖着我们，加持着我们。这几天尼泊尔内部有一点战乱，是说抗议。各位你要想，你看报纸，哪里发生灾难、车祸、爆炸，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为他们而精进努力，一直回向给他们啊。第三遍，我海涛，我诞生，当愿父母祖先，六道有情，愿他们的法号叫解脱，愿他们的法号叫正觉啊，他们都一起来皈依了。啊，来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僧，皈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净行优婆夷，为净行，观想光明界体从我们跟众生的头顶灌进去，每个众生都得到光明界体。正觉归体上来三归一，各位正式接纳光明界体，更加三结对三宝的这种正确的了解跟依止啊，所以得戒法圆满，为之三番结魔，如水我刀。我海涛，我当愿父母祖先，当愿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冤亲债，六道有情，六道有情，皈依佛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僧净，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净行优婆塞经，为净行优婆塞经，拜。第二遍，我解脱，我解脱，净伽，净伽，东湾北部众生，东湾北部众生，六道有情，六道有情，皈依佛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法净，皈依净净，皈依净净，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有斋戒期，有斋戒期，皈依净行优婆夷经，皈依净行优婆夷经。第三遍，我海涛，当愿父母祖先，当愿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六道有情，皈依佛净，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皈依僧净，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净行优婆夷经，为净行。并不是我们皈依才念父母祖先六道有情，我想各位每一个动作都跟世界众生息息相关，既然了解，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到他们，所以我们念佛诵经持咒，我们做什么样的修行都要想着他们，当愿众生，加一个父母，因为我们想到父母比较容易有感受啊，知恩报恩念恩而生起慈悲心，养成这个习惯，人不能自私。佛陀告诉我们的真相，人跟世界众生是互相依赖的啊，互相依存的，息息相关的，随时影响的。所以我们既然生起空性无我讲的大悲心，所以我们跟众生世界就连结在一起，这个叫什么？母子关系啊，所以产生了这种母子的连结，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升起这个悲心，要发起一个绝对的责任。所以我想开车各位要小心啊，不是怕自己被撞，怕别人伤害，对不对啊？所以要利他，更要自利啊。开车是如此，吃饭是如此啊，就算生病，哎呀，一切众生都不要生病啊。各位要从这种日常生活去做这样的啊习惯啊，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人，善良的人，被别人欢迎的人啊。第七，各位得到戒体选戒相，我已经为各位禀宣三皈依，各位得到八关斋戒戒体，再为各位宣说八戒名相。
让各位了解戒的形象，以保护其光明戒体。最重要的，汝等当遍缘法界，一切有情非情境界山河大地，都要发起无上菩提心啊！世界是我心中的世界啊，愿世界成为净土，众生是我心中的众生，愿众生都成佛。所以这样来受每一条戒律，所以一一戒中虔诚禀受，后面这八条各位都要打能持，那你才可以得到八万斋戒的功德。各称法名，第一，不杀生戒，众生都是父母，众生皆可成佛，众生都想离苦得乐，所以哪怕一只小蚂蚁，各位都不能去伤害对方啊，也不能去自杀，也不能随喜或赞叹别人杀，也不要去看别人杀生啊。现在媒体上面有一些杀生的镜头，如果你不得不看到，很虔诚的为他们念佛，被杀的跟杀的两个都好苦啊啊！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杀生，能持佛，不但如此，站在菩萨道啊，还要积极的吃素放生救护生命，一直祈愿没有一个生命在受苦啊。我们不是消极的，要慈心如菩萨如佛陀一样意念的如何帮助他们。第二，不偷盗戒，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偷盗，能持佛，不但如此，意念的众生贫穷很苦啊，想尽办法要解决众生贫穷的问题，让他们都有钱如药师佛一样啊。第三，不淫欲戒，生死轮回的痛苦动力来自于男女的情跟欲啊，特别是性欲，所以淫欲为轮回的根本。哎呀，各位啊，心里想了，我发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断除男女情欲，好不好？要发愿啊，像我已经发愿了，我如果谈恋爱情欲，我就下无间地狱，所以各位不要找我了，我不可能找你了，你放心了啊。但是要断，要断，你不断很苦的啊。所以各位要练习，所以今天断男女情欲淫欲，快不快乐？哦，太好，放鞭炮喘息一下。所以随缘吧，但是你自己要放下。所以各位要断除男女淫欲，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淫欲，能持佛啊，也希望别人都如此，希望自己从内心断除。所以各位你要超越一切。第四，不妄语，不要欺骗众生有些人乱搞神通得到一些名闻利养或是世间的欺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海涛法师，你过去有没有堕胎？有没有？有，但是我现在很努力超度，那就好了，卖给身了每个人都有造过业，释迦牟尼佛都承认了，无量是他能够强奸女人对不对，杀死弟弟但是有就有，但是我现在打死都不会有这个最重要了。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妄语，能持佛，不但如此，各位要念佛诵经讲经说法劝人做善事，好不好？鸡婆一点，不要骂人，只讲佛法不讲是非，没时间了。第五，不饮酒戒，包括抽烟葱蒜韭菜会琢磨会乱性这个是遮戒，所以你不去做这个你就不会造业。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饮酒，能持佛。第六，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就像各位受八万斋戒，大家穿黑色的海青，但佛菩萨这么光明哦，哇，璎珞庄严自己呢不爱漂亮，但是所有好的都来庄严三宝，好不好啊？要如此，末法就是寺庙小小哦，人个个穿得很漂亮，白布寺庙就开盆一部车子，哇，那个车子好几百万寺庙开不起来所以我想各位不要爱漂亮，不要凸显自己的优点傲慢我身材好我皮肤白我眼睛像猫熊我头发像母鸡我的大腿如长颈鹿你能干嘛？要执着这些东西所以各位今天不能穿皮鞋皮毛的不能穿在身上，平常也不要，好不好最好不要。所以身上不要不要洗香皂美发精有香水味道的都不用。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
能持佛啊，保持清净啊，愿生生世世不需要化妆啊，啊，不需要跟人家追求这个，如莲花一样自然最庄严最好看了 第七，离高圣床上坐啊，不要贪心傲慢大床享受，所以今天最好睡地上，睡单人床，对不对？睡通铺，睡硬板的啊，不夫妻同睡，也不同床，也不享受，连大沙发也不要坐啊，有些人还坐皮沙发，根本不要碰它啊。其坐舱机的固往观听界，唱歌跳舞看电视看报纸看杂志，今天不要故意啊，别人在放音乐，我们转念头念佛啊，不要故意听。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离高圣床上坐及坐舱记的固往观听，能持佛。哎呀，希望我们念佛念法念身，听闻的是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之发菩提心法，就像在弥勒内院一样啊。第八，离非食食戒，就是刚刚讲过了，中午吃完不再吃晚餐。八关斋戒标准是早上吃早餐前就要受戒了，了解吗？我们这个是九点的是方便啊。啊，以后各位在家里受戒呢，早上睡醒太阳还没起床，在佛前就自己念完斋戒，好不好？那你这样才圆满24个钟头嘛，隔天那个光明像出来就自动舍戒啊，这才是最标准的。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过午不食，离非食食，能持佛。拜。再来传授五戒啊，本质上没有，但是希望大家都应受戒。站在菩萨道，不是这一辈子，是希望尽未来际都不要伤害众生。所以各位为三宝弟子，学佛的行为爱护所有生命，就像自己生命一样。所以各位尽行受乃至尽未来际，不杀害任何生命，能持佛。哦，受无戒有护法神，那个发菩提心更是无量无边，命运改变了啊。第二条，修行者不会侵占伤害别人的财产啊，所以要学佛的行为不偷盗。所以各位尽行受或尽未来际不偷盗的戒律，能持佛。啊，有悲心的人不想赚大钱啊，因为赚大钱那就是东西卖的贵嘛，对不对？最好越便宜的给人家啊，最好免费的送人家。我们现在做不到呢，至少不想要赚大钱啊，也希望给对方利益，自己呢知足常乐。第三，不邪淫戒，不能对不起先生太太啊，不能有婚外情啊。除了男女之间正式的夫妻，那为了传宗接代没办法正淫，其他的都叫邪淫啊。所以当然没有最好。所以各位第三条，尽行受乃至尽未来际不邪淫的戒律，能持佛。第四，不妄语，当然这里面包括不要骂人说是非讲奇语最好了，所以不欺骗。所以第四条，尽行受不妄语乃至尽未来际不妄语的戒律，能持佛。能持。特别各位，你要念佛诵经持咒讲经说法，如果你的声音不好听辩才啊，不好，人家不能摄受啊，念佛也不好听，诵经也不好听，好好忏悔，好不好？忏悔最好方法就改变说话的方式，绝对不再妄语、恶口、绮语，尽量的诚心的为别人念佛诵经啊，那慢慢你的口业、业轮才会改变啊，那这个很重要，特别你要做菩萨，没有讲经说法、辩才无碍是不行的啊。第五条，不饮酒。包括抽烟，刚刚讲了，所以各位尽行受或尽未来际不饮酒的戒律，能持佛。能持。多一条，希望大家做，不要吃肉，好不好？每次都会讲啊，然后也不要吃鸡蛋、鸭蛋。各位网络上看到小公鸡好可怜，几秒钟出来就被碾成肉酱，对不对？小母鸡就被虐待，剪掉嘴巴，虐待打针啊，等它不能生了，才8个月、1年半，又把它杀掉。好可怜，为了人类要吃蛋，为了人类要喝牛奶，那些母牛更可怜，更可怜啊！所以尽量不要。所以第六条，各位发悲心尽行受，
不吃众生肉的戒律，能持否？能持。拜。不但如此，希望大家啊，如果你能够做生意，多开素食店，好不好？啊，平价、便宜、卫生，这样就好了。啊，让大家有吃素的机会，少吃一顿肉，少一次的病痛，少一次的伤害。啊，很多众生因为这样受苦啊，所以最近苗栗红瓦院开免费素食，哇，没想到生意太好啊。啊，开销很大，但是很有意义啊。啊，当地的人因为苗栗嘛，地区学佛的少啊。本来那家素食店开到快倒了，没人吃素。然后换成免费以后，生意太好。大家免费好嘛，所以各位免费人家来吃素都有好印象啊。这也是个方法。如果你有福报，在你家门口开一间，好不好？没有办法卖午餐，卖早餐也可以嘛，好不好？免费早餐，对不对？一切随缘。小朋友赶快拿你一个早餐，你就放个功德箱，要不要投随缘，对不对？啊，但是这样可以帮助很多人，对，慢慢做啊。有些人说，那我就提供100个也好嘛，你就发个愿，啊，开始是行菩萨道。所以59页发愿，大家请坐。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要积极学佛，不要消极啊。我吃素。但是你没有弘扬吃素，你没有送人家素食，你没有去放生，你就不是菩萨道。菩萨道不是消极我不要，菩萨道是积极我要，了解吗？啊，尽力啊，我不能讲经，但是我可以劝人家学地藏王菩萨啊，学观音菩萨。各位要这样积极，因为你越积极，你越容易开智慧，深入经藏啊。第八，发愿。发愿是最重要的。受八关斋戒短短一天，但发愿是敬畏来际，敬畏来际，直至成佛。所以菩萨以誓愿做生命呢。第八发愿，善男子、善女人等三皈依、八戒、戒体、戒相，各位以一了之，受持今依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曾经有菩萨问我说：“海涛法师，你那部光傣语，不好意思，这个电视哦。”这个连大陆都在看了，啊，都在说八关斋戒啊，啊，很多居士用的网络在说八关斋戒啊，不像我们有福报，大家聚在一起啊。但是他透过电视、网络说八关斋戒，能不能得戒啊？依然得戒啊，而且大家享受这个共业的力量嘛。啊，就像网络咒语共修啊，现在我们这次念地藏经超过来20万遍，啊，随喜功德。啊，世界各地送地藏经啊，然后呢，大家一起随喜功德啊，这样多好！你抄一遍回向，你就等于融入了20万遍的功德。我们不是贪功德，而是这个功德是为了布施给众生。就像你开一个500人老人院，开销那么大，所以你要有福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随喜别人的功德，然后呢，再把这个功德布施给受苦的众生。所以。倒数第三行，今依阿含经，当教各位发愿。啊，发愿是最大的功德。啊，你爱生气，今天发愿不要生气。哇，直至成佛这个功德太大了，忍辱的功德太大了。啊，所以若受八戒而不发愿的功德比较少。各位要功德多还是少啊？多嘛，谁都要多嘛，不是贪，这是愿力。啊，众生苦，所以我们的修行跟利益众生成佛的愿力互相支持，方能成就福慧圣业。各位将来做法师传八关斋戒好不好？哎，要发愿做菩萨利益众生好不好？啊，对，要发大愿啊。所以那你这个愿一发，你努力守戒，将来能不能满愿？自然满愿。奇怪，自然满愿。哎呀，我希望我将来啊，来世有机会啊，开个老人院，免费的，让他们吃素，带他们念佛。那，哎，那你现在精进的修行，平常的善根，将来会不会满愿？你就生在一个最有钱的医院的院长的家庭做独生子，这样。那老爸留了几百亿给你，几间医院，然后你接手了，免费，一点都不用痛苦啊，因为你发了愿啊，你就会有如愿。
啊，但是最主要的愿很重要，来，身在佛前。对啦，只要有佛来投胎，我到身在他面前出家，啊，发菩提心啊。所以，是故汝等今对三宝前自心合掌，口发誓愿。发愿之语，各位要自己说，如何自成？祖师大德怕我们不会发愿，孔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所以各位随着这样发愿，永不堕落三恶道，精进修行，永远不起嗔恚心啊！愿接受对方的痛苦，对方越伤害我，我越接受他的痛苦，越回向给他啊！愿引导了所有友情往生净土成佛，好不好？活着是为了引导众生离苦得乐，往生净土成佛度众生，这是我们的共愿。然后其他你发自己的本愿，好不好啊？愿我下辈子长得像伽马巴一样，好不好？能够讲10种语言，管你是拉丁人，泰国人，你都要会讲，好不好啊？各位，以后的世界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你要成为国际化的、世界化的、达观的，佛教不再是中国人的佛教，佛教不再是西藏人的佛教，佛教是世界的佛教，众生的佛教。要有这种悲愿，那你将来就可以把佛法弘扬到全世界，各自要发愿。所以来各称法名，跟我念：愿发菩提心，愿修大悲心，愿体证空性，愿不舍有情，诚等正觉，普度众生。嗡菩提知道摩德巴代呀弥，愿大家的愿都满愿，代呀他班赞这样阿瓦波达那也说哈。像宝积经里面不动如来因地，我有讲过，碰到广目如来，他问广目如来说，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快速成佛啊？那广目如来就跟不动比丘说啊，菩萨能够修忍辱啊，以忍辱为盔甲者，速成佛道啊。所以不动比丘就跪在广目，愿十方诸佛做证明，我不动从今天开始永不起嗔恚，不离大悲心啊，乃至发了各种的愿啊。所以因为这样，哎呀，广目如来受记，你将来成佛一名为不动。所以我想各位修菩萨道啊，基本上一定要修忍辱，脸带微笑，好不好啊？这是基本啊。你看到别人做不好，你也不要耍脾气，也不要脸色难看，不然你吃亏了，谁料拜过搞晒啊。别人不好你怎么会影响你呢？别人不好你更要影响他好，微笑的跟他说这个不好怎么改变，要如此啊。所以我也经常跟义工菩萨说，义工要笑一点，好不好啊？那各位回去一样，对你的家人也要这样子啊，要这样的来跟佛教徒嘛，对方错值得我们同情，而不要再痛苦的谴责他，对不对啊？对你自己也不好，因为对方已经够可怜了。所以呀，自己要发愿啊，要念一下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所以各位无论如何每天抽2个钟头读大乘经典，好不好啊？经典论点都要看，每天至少2个钟头啊。你吃饭睡觉花了多少时间啊？再怎么忙2个钟头啊，2个钟头是你跟佛陀相遇的时间吗？你要每天很认真，能够越多越好。像我以前在家不能出家，我每天看经典18个钟头哎，我每天就是这样，哇，这是我唯一的快乐嘛，那现在出家了，没有很多时间看，就是只能在飞机上看，在等飞机的时候看，请平常时间坐车思维佛法，碰到众生赶快去结善缘，化为行动，不浪费时间。所以愿大家互相努力，为什么？因为这个世间呢，需要帮忙，好不好啊？世间看起来科技和物质好像越来越进步，事实上人类的心灵越来越脆弱啊，特别小孩子从小就被污染了，很痛苦。所以各位要发愿，生儿女一定要让他修行出家，好不好啊？
那不行。生子生孙都好出家好不好？你要发愿啊！你女儿说：“妈，我要嫁人了。”嫁人可以。啊、你生小孩让他出家，要发这个愿。当然你要给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生下来苦啊？你要给他解释嘛，对不对？让他慢慢了解啊。那这样以后的这些趁愿再来的菩萨就敢生在你家啊，至少我会去啊。我基本上都在算了，都在那边转啊，我后半来个倒胎，过后啊在那边吃喝嫖赌，那这下个戏啊，浪费我时间啊，就要来就赶快精进的修行，要么赶快上品往生，赶快趁愿再来，对不对？啊，愿父母让我们出家啊，要有很好的环境修行，继续利益众生。大家发这个愿，来成就所愿咒，对啊他，班长这样，阿瓦波达，那也说哈，啊，我最近发一个愿，要办佛教英文学院，好不好啊？用英文学佛法，因为没办法，现在世界是道场啊，我们不能是光讲中文嘛，用英文来办佛教，英文佛法比较浅显，比较容易懂，不用在那边咬文嚼字。啊，然后大家会了，赶快利益众生，啊，想尽办法，啊，慢慢以后能够办一个啊更大的，因为台湾是个宝岛，对不对啊？台湾这个宝岛可以来做这个事情，啊，让世界各地有机会学佛了，特别三乘的佛教，南传的、汉传的、藏传的精髓，我们都要有，好不好？啊，各位赶快发愿来投胎啊，来继续努力啊！我先把你儿子孙子先送过来了，啊，聪明的那个，啊，优秀的那个，啊，因为他是来学佛了，也不是来吃白饭的，啊，要来利益众生的，就像那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对不对？哎呀，聪明的又努力的，这个来做生命的医生多好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满愿，好不好？啊，第九劝属回向，所以下辈子我们大家在一起，通通是出家人，好不好啊？而且是男人，男做杂布可怜哦。除非是女菩萨，那你已经有空性了，那叫空行母，哇，那可以，对不对？不然就好好的往生净土，然后呢，趁愿再来做男人，童真出家，好不好？你要不出家就做国王，护持佛教，做有力量的人，护持佛教都可以。第九。劝属回向，所作功德回向。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今已受八戒一发大愿，其受持一日一夜，虽为圣意，然奉行一日一夜，实为圣难，故不可于刹那的时间起四俗想。记住哦，分分秒秒保持正念，所以修行啊，一定要这样，保持悲心，保持正念，亦不可以刹那起懈怠心啊，不能懒惰。有些人是外表好像在拜佛，内心很散乱，调举昏沉，不行，保持悲心哦，就像自己快死了一样啊，或是母亲快死了，一直保持那种力量啊。所以当勤修六念紧护八支，恶业烦恼习气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往生正因由之成就。文殊问经云：世间菩萨八戒则是，各位今天是不是世间大菩萨？因为我们所报万载劫，世界跟着我们改变了，啊，一切会改变的。出胎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一切佛都以八关斋戒做基本，八关斋戒是成佛的基本。萨婆多论云：若作阎浮提王，以阎浮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在，虽有如是功德，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阎浮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及一分。啊，这个世界，我有钱真好，有钱真好，你整个地球你是首富啊，都不如守八关斋戒一天的功德，了解吗？所以各位呢，修行人不攀缘，不要接近有权力的人、有钱的人，可怜他们而不要巴结他们。啊，这边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啊！所以呢，这样才不会有问题。但是因为他们再有钱，这是世间福报啊，世间福报如芭蕉，结成果实，连连根都会烂掉，没意义啊！啊，所以不要追求这个啊，而我们要追求的是一种菩提心啊，发心来说八万再见。所以台湾的首富没办法跟各位比了。
因为我们说保管在家一天都超过它了，了解吗？啊，所以你想一想，哦，我刚刚讲了，来念一次，随喜自己，啊，真的是随喜自己啊，又能够学佛，又能够受戒，太好了，对不对？啊，戏码刚弯，对不对？我每次都讲戏码刚弯，我放一只牛出去，哇，戏码刚弯，啊，我们活着对众生有帮助，那就是生命唯一的意义，生命没有第二个意义啊，帮助众生啊。所以那我们受戒也是为了众生，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啊。所以各位以得如是功德，当增进护护，勿令毁损啊，要好好守戒。婆沙论云，受八戒者名为净住，不是净阿罗汉，什么来净佛陀住。那我们发菩提心，今天承担佛陀的任务，有佛陀的功德啊，又名长养啊，三善根，念一下：无贪的菩提心，无嗔的大悲心，无愚痴的般若智慧，啊，这三善根圆满，你就成佛了。这个叫三宝，皈依三宝圆满，三善根越来越多了啊。所以各位，累积功德资粮是最大的快乐，好不好？不是世间钱，还是念这句话来：心如黄金，身如乞丐，好不好？哎，叫做下面，臭头欧木棍。所以要发大心，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所以汝等今已得尽阿罗汉住，又能增长善根功德故，当生庆幸，如法奉行。汝等果能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众请起立，一切和尚三问讯，问讯。阿弥陀佛。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防疫医师严家贤。如果您与 COVID-19 确诊个案曾有密切接触，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等候卫生单位通知。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请不要离开住所。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室，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或共用卫浴。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若出现以下症状，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依指示就医或筛检，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指挥中心关心您。昨天才度了一个，我跟他认识至少是4年的一个上海的一位信徒，他是个企业家，有钱，但是每次我出国，他都会马上坐飞机来参加一下法会，他对超度有信心。但是他以前是卖酒的，他光投资卖酒就2亿1000人民币，他说2亿1000万他那一份啊，讲了很久，终于他把它退掉了啊。他说师父就这个最好赚呢，我说问题是这个最容易下地狱，因为我不会在乎他的供养，一点都不在乎。但是明明卖酒就不好，后来他终于决心了，断掉了。但是喝酒没断，还是在喝。他说我现在已经没去外面喝花酒了，我每天就在家里喝喝也不行啊，因为我不喝就会睡不着觉，不喝就会头痛啊。
但是我当然劝他不要喝啊，一直跟他讲，但是我会一直回向给他啊。我认为啊，对每一个人冤亲平等，光认识一面也好，只要他有什么痛苦，你可以回，因为回向不要花钱，回向只要有心就好了。每天可以回向100个、10000个，你想到都帮他回向啊，想到都帮他回向。哎，时间到了，他的昨天我要新加坡回来，他来找我，很晚了。跪在我面前，师父帮我受戒。我受什么戒？不喝酒。我那旁边的朋友高兴的要命啊！哇，我跟他讲多久了？我说我一直回向啊，我有一个好心回向，因为他不喝酒，对他好，对大家都好嘛。啊，他就决心了啊，不喝酒。所以我认为有时候因缘，你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对不对？我还认识一个，我刚出家一个菩萨，现在已经是佛学博士了，华果山的教授了。他以前就专门喝酒，喝到抓到医院，像发疯一样这样。我怎么跟他皈依的？用电话的。啊，但是电话里面他那时候真的有惭愧心。但是我要跟他皈依之前，我一直祈求佛菩萨加持，让这个人得度吧，让这个人不要再酗酒了。我不能说指望他将来什么好做什么好事，至少不要喝酒了，因为他老婆很痛苦。就在电话里面他答应了，诶，就戒酒了。戒酒以后出来还吃素了，吃素以后受五戒，后来受菩萨戒，后来读佛学院，到日本读博士。你看这变化可大了啊！所以问题是，诶，人，所以各位不要放弃任何人，不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改变，同就直接讨经之类嘛，改变了。我也不是个好东西，对不对？所以，因为人都有过去嘛，对不对？但是至少现在不敢做坏事，每天做的一点小事，这些放生，事实各位都会，很多人笑我，你可能要做这些，不要做吧，拍谁了？就这样吧。我也不会讲太多，对不对？讲经说法，反正就是讲话嘛，也没办法太高级，但是尽力了嘛，尽力了嘛，所以我想，重点是你心中的愿，度众生真的很难度，但是自己如何让自己的心灵的力量很强，所以你要祈求三宝加持。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